近日，已婚女星李小璐和嘻哈歌手 PG One 的绯闻持续发酵。1月6日晚间，李小璐丈夫贾乃亮更新微博长文痛心表示，近日各种八卦言论已激进击垮自己和家人，言谈间流露出对婚姻生活的迷茫。发布长文后不久，有网友发现贾乃亮已取关 PG One， 并删掉了早前和其相关的所有微博。近日，李小璐和 PG One 绯闻愈演愈烈，有不少网友通过深扒各种蛛丝马迹，质疑李小璐 PG One 关系似过于亲密。尽管绯闻传出当天，李小璐的丈夫贾乃亮就发微博表示信任妻子和自己的朋友，但今日1月6日晚上，贾乃亮再发微博长文表示，连日各种流言蜚语对家人打击很大，同时亦从曾经信仰过的爱情变成最大的遗憾等话语间流露出对现在这段婚姻生活的迷茫。而就在微博发出不久后，有网友发现贾乃亮已单方面取关了之前一直以弟弟相称的绯闻男主角 PG One， 同时删光了和 PG One 相关的所有微博。